我是他大哥。来，欣欣，咱们去找阿姨好不好？来，咱们去找阿姨喽，咱们去找阿姨喽，来，去找阿姨，好不好？棒棒糖拿去，对，小哥，你还是棒棒糖。哦，淘宝，怎么了，淘宝？我是大姑，我是大姑，你是大姑，哎，我怎么没见过你？哎，我把杯子牵来了。我是大姑，你是大姑，哎，我怎么没见过你？哎，我把杯子牵来了。大哥，干什么的？大哥，你干嘛的呀？我是孩子爸呀。你什么？你孩子他爸？爸是谁？你还跟他说没他爸，没他爸！你们干嘛呢？你们谁能动弹动弹喊人呢？抓人贩子！咱们别夹了，别夹了，吃棒棒糖，快吃！老东西，老东西。别给我挡道！挨打是不是？我看你要活腻了！你说你耳根疼吗？关我们家事儿？打什么你？干嘛打人啊？关你屁事啊！何信，抓人贩子！别上车！老实点！哎，大娘，帮我报个警啊！麻烦你。报警！报警！这警察队你胆儿可够大的！啊，光天化日在小区就敢行凶，你等着啊，老实点儿。那淘宝呢？淘宝。哎呦，快快！不哭了，你吓死我了。来，哎，咱保安呢？怎么才来啊？赶紧上来啊！抓我干什么？哎，抓我干什么？到旁边啊！别人跑了啊！警察马上就到。叔，你没事吧？挨了一拳。没事。那咱上医院吧。我不去。别去啊！哎呦，叔，你别死撑着了，刚才拳挺重的啊！走吧。我回家。回家啊！我回家。行，来，走，忍点啊！慢点，叔，慢点。卧室，走，走。松手，松手。松开！不是，你要实在不行，咱就上医院。不是，你松开！不是我松，我上什么医院呀？我不是跟你说了没事儿了？不是我送了你，这出了妖气怎么办呢？那么几下子，能把我怎么着啊？行，谢谢，再见，走吧。别闹了，我现在走我还是人吗？嘿，走，卧室，好吧，歇会儿，我看着你没事了，我再走，疼不着？你跟这站着，别动。啊，行，我跟这站着。哎呦，你瞧瞧，我说什么来着？啊，你非来这个，逞什么能啊？你是老英雄，我服了还不成吗？啊，你赶紧坐会儿吧，躺会儿。不是，叔，
我觉得咱没必要逞着英勇，咱上医院瞧一眼成吗？我觉得那孙子下手挺狠的，哐当就一拳啊！就这儿，我觉得在这疼。不是你这岁数，你得考虑一下。哎，年轻人挨这一下也受不了，好吗？你干嘛这么倔？咱上医院瞧一眼，不放心吗？姐。我长那么大，我就没见过你这么倔的老头，我真的。好了，烦不烦酸水？你可以走了。我不走，我就跟这儿坐着了。怎么还不走啊？我告诉你啊，你要再不走，我可真要犯病了。犯什么病？该找我伺候你，我就伺候你了。怎么着？我替猪猪伺候你，有毛病吗？有毛病吗？不喝，我不喝，我喝不下去，我能喝水吗？现在，我喝。哎，我说那孙子刚那拳真有点狠呐、啊！你这么大岁数能挨这一拳，我觉得挺佩服你的，真的。你年轻时候是练过吗？啊，练的是大成啊，还是咏春呢？告诉我，我打心眼里挺佩服你的，真的，有正义感。你是这个，你是这个，真的，你不愧是猪猪他爹，你不愧是我女朋友他爸，够豪横。说完了吗？啊？说完了吗？我告诉你，我用不着任何人佩服我啊，这是一个人应该做的啊。我还不是恭维你，我就是佩服你了，怎么了？你刚那一幕就把我震着了，我觉得特别棒。我觉得咱小区如果都像你这样，那治安绝对好。别提咱们小区啊，别提，一提这小区，我告诉你，我这气就不打一处来。你就说今天这事儿吧，啊，多可怕呀！人贩子愣能混进小区来，光天化日之下啊就把孩子交给弄走，雇那么些个保安干嘛吃的都是？不是叔，我跟你讲，这事儿绝对是我的事儿，是我们物业的疏忽，我错了，我不光对不起您。我对不起花园里所有小区的居民，你等着，你看着我怎么做，我把这些保安我全都给开了，我全都换了，你信吗？我全换。你以为开几个保安就完事了？啊？你得从根儿上找原因，根儿上懂不懂？根儿上？你以为想当一个合格的保安那么容易啊？我再找一批更年轻的、更有劲儿的，怎么了？别跟我聊了，够有劲儿的。你以为一个年轻的，就因为他是年轻，有个好体力就能当好保安了？首先，一个好保安，知道他是什么样的素质吗？首先，他得有觉悟，啊。除了有觉悟，你还得有正义感。哎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不是，我不瞒你说，我确实是第一次做物业，我没经验，你也看出来了，你别笑话我，你把你这些经验你都传给我，行吗？你家有笔和纸吗？我记一下。什么脑子你？还他妈纸笔？不是你说这么多，你快走吧，你快走吧，我得记一下。我求求你了，越快越好，赶紧走啊！哎呦，你这等你舒服了，我再走。爸，爸，爸，你没事吧？爸，爸，风风火火的干嘛呀？没事儿。哎呀，挨了一拳，挨了一拳啊，挺重的，挺重的。不是，你是唯恐天下不乱是不是？啊？怎么了？
这事你也告诉我闺女干嘛呀？嘴怎么那么快呀？我没说，我没说，不是我说的，是我说的吗？没有，爸爸，爸，没有任何人告诉我，我今天那个活动啊临时取消了，我就想着这不早点回来陪爸吃个饭吗？爸，爸，妈，您那儿没事吧？要不要去医院啊？那叔叔非说不去，那我也没办法呀。哎呦。爸，你说我这一进院儿，我就听他们说您的英雄事迹了，是不是？哎，我说什么来着？哎，我什么人在那说呀？好多人都在那说呢，见着我就拉，我就跟我说您今天怎么奋不顾身、勇动歹徒把那淘宝给救回来了？但我给我吓的，叔叔，行了，哎，这回花园里大拿啊，英雄，哎，嘿。不是，我没说错呀，对不对？这叫见义勇为。勇斗歹徒，这事儿，何总也出手了。咱一是一，二是二，不是实事求是。我那是本职工作，您这是额外的，让您受惊了。我对不住你，真的对不住你。爸，我有一个特别好的。我有一个特别好的主意，我们公司啊，现在正好缺一个高级顾问。哟，我觉得叔叔是特别的合适。我觉得这主意，无论是年龄、阅历，还是这个经验，叔叔，你能从了我吗？爸啊。你能不能当我们公司的高级顾问呢？对呀，这我高薪聘请还不成吗？疼！哎呀，疼！快离我远点都！快离我远点！跟着帮什么腔啊？啊，傻帮什么腔啊？那个，上他们公司当高级顾问去，让他当我老板。哎，此言差矣，叔叔，你听我说。你上我们公司当了高级顾问之后呢，我呢却退居二线了，所有的那个日常事务呢就全部由您来打理。哎，真的不是你上哪儿去啊？啊，不是，我觉得你一定要考虑一下，我们公司真缺这么一个领头羊，真的，我年。不是叔叔，你要这样的话，咱就上医院好吗？我打120了，不是打120了。对，你看你不这样吗？哎，打120！怎么伤成这样了？啊！我头疼，我不是肚子疼，我头疼，我让他给我说的吧。哎呦我去！哎，不是，给我找一安静地儿。不是，我真心诚意请您。哎，不是，我真心诚意聘您。给我找个安静地儿。我去。快！叔，我真心诚意聘您。让我上你屋去。哎。